Hello，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奥特曼，欢迎来到超写实战场模拟器啦。来，今天呢，我们终于回来了啊，我们继续来这个枪史诗的枪战役哦。你看，才刚开始而已，就开始跳舞了，是有多兴奋啊？哦，这就是等超写实战场模拟器期待的观众其中一个哦，兴奋到已经不能自己了啊。已经开始原地尿尿原地撒尿这样子。好啦，那么这一关的话，到底是要玩什么？因为我看到左边这边有显示一个人的这个标记，一个人拿着一个长矛，下面是钱。这意思是说我们有兵种限制吗？还是什么？不管了。然后呢，他这个前面是拿盾的。哎，这我第一次看到哎，这该不会是后面的这几种吧？啊，那是要玩什么啊？后面这几种都还没出，你这边就优先出了，还是这是罗马的？我看一下，罗马的盾兵，可是看起来不像日本嘞、欸，有、欸、没有？这的确是罗马盾兵，不要理我。哇，这边左边就显示你会带几支啦，可是他没有限制你的人数，哦，他是没有限制你的人数了，所以说其实还好吧。看一只这个在天空飞好了，随便啦，试试看，打起来怎么样？没有蛇，哇，锵锵锵锵！我们看这里，哦哦，很会打，很会打，哦，直接被挤死啊！我天哪，哦呦喂，这个很会挡哦，哦哦，撞杀，撞杀！哇，这个用它为就可以牵制好久哦。我们盾挡士兵全部能挡挡挡，可以解决了，这个数量取胜。要被挤成烂泥啦！你买鬼了，你买鬼了，哦，你买鬼了，no，死去。这就是被霸凌的现场，有没有看到？哈哈哈。被霸凌的现场就是如此。好，这是什么？两个乐器手哦，这个一定会补血嘛。那这个一定要快攻了，你知道吗？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我觉得这个应该要施展快攻。哦，我们五只过去这样子，然后一只会飞的这样子，看行不行？跳过去就对了。哦，然后跳过去要打后排啊。完了，这家伙不打后排在干什么？你不打后排打不赢啊！No！你看后面那三个没有没多砍老师哎，怎么办？这个没办法打后排。冰冻弓箭手，玩死你！慢慢射，慢慢射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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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就继续补，没有关系。哎、欸，他居然后面杀掉两只补血的。哎、欸，那一只左边那一只先杀掉啊！我真的很想控制他们攻击，你知道吗？哎呦，拿盾了，king ki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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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king，射射射射！哎、欸，他怎么整个超黑搭这个颜色？完了，被清掉了，被制裁了，被制裁了。哦，弓箭手没塞，520122000。哦，这一只比较强大一点。好，换这一只。哦，这只走路非常的悠闲，没问题。灌下去。哦哟，灌下去就对了。完了，我这只要死了。Oh no！要变成地上的尸体。哦哟，不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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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死掉了，死去。哎、欸，各位啊，射后面这三只啊，没救了！哎呀，真的是两只哈维，好不好？看一下有没有办法直接突破后方。对啊，看这个，把这后面这三只解决掉就好打多了，在那边。有清掉了，清掉了，有机会，有机会。不不不，没有，这只还没死，快点快点，再给他最后一剑，他再帮他补血啊，大哥。完了，情况不太妙了。No，这个局有点不太行。哦，我们弓箭手兵。
哎、欸，可是后面那个帮他补血的走路太慢了，哈哈哈，他被结冰了，啊，可能有机会哦。哦，依照现在的不断的伤害，可是他的盾牌一直挡住，我的天哪 ！Oh my god， 倒一只还补啊，哥哥！啊，算了，我已经看不下去了。再一次，希望这一次冲刺呢，可以是杀掉后面那三只。对，撑住啊！完了，都死光了，又留一只，不行不行。这个我真的没办法。好，那就这样子吧，全部都突击型的，行不行？这样有机会杀掉后面那三只吧。干细鹤这补啊！巴拉巴巴巴巴巴，有机会有机会，巴拉巴巴巴。耶，小废物！哎，再来啊，来啊！哎哎哎，很会是不是？撞死你啊！我告诉你。这个那个什么，啊，是不是被撞过？是不是？赢了，大胜利，碎啦！好，下一关，啊，原始人，原始人，前面的棒棒勇士跟盾牌勇士，两排，这里面一定有，看我怎么进去啊？哎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他这个视角他妈不能转啊！好想转个向，看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哦。算了，我们现在未知嘛。然后2500的话怎么玩？弓箭手啊！哦耶！看谁神准！哇，这是不是更新的弓箭手射的速度变很慢呢、欸？这个不行了。弓箭手再也不神了，哈哈！啊，弓箭手再也不神啦！长毛兵，一个法师，士兵，哎，丢就对了！哇 ！Fire！Fire！ 哦，我要被清掉，要被清掉了。阿克隆啊！接住，死得好惨啊！完了啊！这个鞋带少了，我们就只能以数量取胜了，你知道吗？数量取胜，数量取胜，这都没办法。他们量多，我们要量多。狠哦，狠狠哦！看，杀了他，杀了他！哟，那棒子他，完了，我们这边有点弱势，有点弱，有点弱，啊，打不赢啊！哪个环节出问题了，各位？好啦，这个稍微清一下好不好 ？OK， 啊，不要不要不要，这不要放后面，这个放这样子。哟。放一下，碎，清了一半了。哦，这还是要靠法师的黑魔法。放下去。有，结果没有杀掉。哦，这边有残兵。放，快点，死前再放下。啊，完了，没放，敲死他。哎、啊，你在放哪里啊，哥哥？赢了啦！是不是？我还以为洞穴里面有人呢、欸。我以为洞穴里面有人，原来是在外围而已。结束。啊，被打得很惨。哦，这什么声音？三只乌鸦战士。哦，该玩弓箭手了是不是？2000块。战船勇士，还是要用什么？用车冲过去两台。行不行？啊，叫我第一名，叫我第一名，龙，没毛毛，妈死掉了，太强了，太强了，这个很强很强，我想想啊、哦，2000块是吧？呵，有没有谱？好像可以哦，
呜吼！碎了！啊，飞了！咦嘿嘿嘿！咦嘿嘿！哦，这个贯穿之力，哦，好帅啊！这个很帅啊，这个可以啊！哎，我们是输了，不是赢哦？怎么会这样子啊？再来一次，我以为我们赢了、欸。哦，那这两只先飞啊，再来就是啊，看谁先发哦。可怜的乌鸦兄，哎，乌鸦死掉还蛮可爱的吧？呱，又差那么一点点，这是该怎么办呢？后面一点好不好？发射，嫩，快点装填啊！你们这些小笨蛋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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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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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机会有机会就，有，这次就过了，非常的棒，果然拉远距离是对的啊。啊，这什么？这里面有多小矮人？然后我们只有1400块钱，放一台在这里，剩下的就不要放这里好了。然后剩下的就是我们的长毛兵，有没有谱？感觉有点不太行，数量太少了。要死啦！你在干什么东西？有病吗？这家伙，好，看来不太行。镰刀对镰刀是吧？不不，来丢啊！这应该叫镰刀姐才对。镰刀姐一刀一个，可以啦，我们攻击这么高，这小屁孩哇，被围死了。这样子呢？十只，哦，会不会被插死啊？看，马上死两只，怎样？怎么办？乌鸦勇士去，让他知道你们的厉害。行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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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但只有一只而已，必须要打带跑。完了，他们来了。攻击啊 ！Oh no！ 你这个87为什么不动了？你就只放一下是不是？站远一点好了，看状况。我勒个去！我去做。好，让我们牵制一下。砰！快点！哦，有了，这有点机会。好，可以可以可以，他们去牵制，然后我应该有机会再放第二波，我放的超慢的，快点，求你再放第二波了，他的动作超好笑的，扭扭扭，蹦，啊不行啊，骑得太慢了，我应该没办法再撑第三波了吧？你看你看他们来了，哇、哦，别 ，no。我要死了！炸了他！乌鸦们加油！有！咦嘿嘿嘿！快点啊！哎呀，我好难过啊！我，好吧，既然如此，200块啊，也不能用弓箭手，弓箭手要160呢。两个投石兵。哎，这不是投石兵，这头锤兵。哦呦，把他撞死了，有点硬。撞，秒死，撞他。啊，完了，都死掉了，都死掉了。啊，吸啊吸啊吸啊，全部冲过来了。我要死了，不行。没有钱药水了啦。补血的感觉很基础。国王多少钱？1400。
一只国王，感觉不太行。我是这么觉得啦，不知道这更新国王有没有变强啊？回，死一只，两刀死一只，好，死一只。In the world， 哦，国王变强了、欸。哇，这国王烂的要死，说，哇，小屁孩，我要玩具，我要玩具。啊，你们这些小屁孩，走开，走开，去找你爸爸妈妈。啊，拜托，拜托，可以给我的电话号码吗？啊，那边观众有没有？拜托，可以加好友吗？带这种概念，这边撸你，可以给我你的电话号码吗？哎、欸，狂撸，狂撸战士，啊，根本是狂撸战士嘛。这边四个补的，三个拿盾的，2500，投石机有没有补啊？我觉得这样有机会，可以优先清掉后面的。对，哦，有机会了。赢了啊！不用讲啊，赢了啊！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大胜利！啊，这样三台战车是不是？三台战车冲过来的话，我们现在这边1800。三台战车冲过来哦，行不行？砍死他！砍！一打三，一打三算什么？哇，这个随波逐流啊，这家伙，哈哈哈哈，翻车到水里了，哇哇，这一局啊，突然之间送头，好爽啊！哦，我本来还以为不会赢的，就第三台自己随波逐流，我也没办法了啊！看来女神是向我微笑的，还、啊、是怎样？怎么会是大象卡在山洞里面？其实打大象我就知道怎么玩了、啊，很简单啊，对不对？你打大象就直接长矛嘟下去就对了，只不知道后面有没有敌人而已。什么？我靠！那他是有射到吗？在！哦，差一点！哦，好家在，差那么一点点，我们这些弓箭手啊、哦，可能就要归天了。哈哈哈，差点输了。啊，这个是什么？哇，这有点小难哦。给我3500是不是？乌鸦哦。嗯，快攻如何？跳过去，跳过去。Fire！哎呦，这个清的速度挺快的，但是镰刀解的伤害很高啊！我靠，我们死光了啊！哎，还剩一只，没关系，这个镰刀解快差不多了，那、啊、这只也差不多了啊，我这只死了，不啊啊！古怪，干什么小啊？我想一下、哦，这样子试试看，总得要人对抗姐姐嘛。喂，姐姐总得要人对付嘛。靠腰直接死掉了，这对什么鬼啊？这不太行。这边嘛做快攻，一台这个或许伤害很可观、欸。不行，他有没有远程？他远程只有一只，这样用牛感觉有点浪费、欸。蛇蛇战士，来清个直线。啊，只清一只有点可惜。就死去了，再射，射谁呢？好啦，这个打法有点母汤，这个要直接弄投石车了。两台投石车，我还有1400嘞。妈，国王站中间，啊，厉害的国王只需要这样就够了，有没有？
国王打前锋，快投啊！国王死了，国王争取了输出时间，完了，不行啊！怎么打？国王是小废物。我也想想，这样子也太少。这个也不够，安尼会使袂？敢那是袂使。啊啊啊啊啊啊！完了，这个看起来情况不太妙，投石机没用，大象。不行，我觉得还是一辆取胜。三台这个，快点 ，fire！ 后面那一只一定要先杀掉啊，但是也没那么容易。一辆取胜。哇，看这个一辆取胜会不会有点恐怖啊？不行不行不行，我觉得没有伤害也是没用的。嗯，适时的放一台在这里，行不行？我射到自己的白痴。我还是觉得刚刚的狂战士的打法比较有机会，只是说数量的掌控上要有所改变而已。这样才能快攻啊，快攻才有机会啊！看，又剩下又剩下哈维了。差一点欸，那只乌鸦已经被弄死了欸。想一下，哈维再加一只如何？三哈维，拜拜拜！可是这样子，我们战力就少了三只。没关系，可以先把哈维杀死，都好说啊。再来，我们现在要面对的就是这镰刀姐的威力，不行，镰刀伤害太高啦。哎。镰刀要怎么对付啊？有，把他推倒。有，乌鸦挂是吧？没问题。现在斧头战士跟哈维一打多，有没有机会？这个攻击其实也很高的、啊，对抗镰刀姐。镰刀姐剩一只。加油啊！哇！碎碎碎碎碎！哦，突然赢了！哦，终于！我的天啊，这局让我打的有点久，哈哈哈，超久了！我的天啊，看一下 ，Oh my gosh！ 好吧，我们今天差不多先玩到这里结束啊，好不好？今天就差不多先到这边了。好，我们下一集呢，大概再过个两集，应该差不多这个系列的战役全部都没了哦。那之后会不会开个直播，我就不确定了，好不好？那么今天到这了，如果喜欢我频道，记得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小黄牛，我是 Loud Two， 我们下一集超写实战场模拟器再见面了，拜拜。